嗯？咩事啊？嗰啲俾人買曬啦！呢個 chicken 嘅唔好，我要買蛤蜊，我的 chicken。啊？我諗都冇啦，因為花城應該會有。你個 leader 唐人區嘛，花城。講講，太多人。你去廁所冇？你喺前面啊？你出出開嗰度啊？呢間好大間啊，唔同嗰啲有。有 Q 啊呢啲。哼哼，保暖鞋啊！誒，行出去先，我哋未俾錢啊嘛。即係買一邊啫。哦，嗰度咧？啊？呀！嚟嗰度啊？有兩個人嘅咧。花城有兩間喎，先好嘢啊！呢度唔知有幾多間？誒，唔得，你未俾錢啊？即嗰度，即嗰度。依家冇人啦，可以穿過去啫。你未俾錢啊，姐姐？今天好天气，晴天霹雳。我们去 Target， 买一种塑胶，一个面包。离开了，离开了，人太多了，哎，不太安全，早点走。今天没地方可去，瞎逛。白石镇 shopping mall， 记得 New York 白石镇 White Stone shopping， 现在呢入长岛啊， Going to Long Island。